강화 세븐 강화 나이스! 低成本 cosplay 拍到不爽狂骂人。 欢迎收看 OK Boys， 今天的主题是黄氏兄弟邀请的低成本 cos 串联活动，参加的人有阿迪、阿杰、鱼干、雨熙、露露。看那本人选的要 cos 的角色是猛毒 Venom。Addy，I want to eat you。买了非常多他的玩具，我想要 cos 的照片在这边。好，那同样的另一边，因为孙生他躲到台中去了，所以我们两支影片会合在一起，大家就同时在这一支影片看我跟孙生是怎么样同时低成本 cos 我们的角色。cosplay 找我就对了，我超爱动漫的，我是一个超级无敌动漫迷，我有几个超喜欢的 IP， 七龙珠、火影忍者、漫威、变形金刚、咒术回战我还没看，天哪，大家都说很好看，我会马上去追的。讲那么多，防疫的时候待在家里，我已经在家里大概15天了，没错，感谢您 ，Thank you。You stay home。我提供资料是《火影忍者》的小冷以及《游戏王》的海马赖人。现在马上看看我的道具，我套绿色的。我跟玄的妈妈要了很多她年轻的裤子，还有她爸爸的衣服。小李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好，那套西瓜皮，我们带西瓜皮，我们把它弄成黑色的。我们来着装吧，我一定会很像。Let's go， 拜拜。之前我买这个。很像个，很像什么龟头吗？拍完了 ，YouTube 拍片就是这么简单，看到了没？可以，我已经超像。哎，其他人扮什么啊？完全不知道哎，很明显吧？看好这个扮相，民进党的党员来了，有像不像七分样啊？开始有感觉了，这有比赛吗？这是有奖金的吗？我应该第一名吧？有开始有感觉了哈。爸爸感觉出现了，小李怎么样？哦，红色红色腰带，还有腰封，可以，这企划太有趣了，我超喜欢的，完全不无聊，好棒的企划哦。需要很多的垃圾袋，然后跟黑色胶带，因为它要制造出一个头，然后牙齿从旁边一半出来的感觉。首先我要一个很完整的右边面罩，这样吗？拆掉，要简易真的是不容易。那系统是计数器。战力分析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你的战力已经达到69,69,69。哈哈，这个好像大概抓到位置。肿瘤。开始有像哦，那刚刚妈妈有示范哎，玄妈妈有示范，说怎么去弄小李那个，他说是先这样套着，然后再穿拖鞋。来啊！死个死个哎，很像哎，你不要太想了吧。好嘞，腰带你看，还有这个胶囊，这个这不是厨房的，那厨房的是什么用巾纸啊？纸巾，纸巾啊，厨房的纸巾，完美，好像哎，一个吗？是哟，帮我来盖，开先生，开老师，阿凯老师，小李，这个我们忘了阿凯老师，阿凯老师，一起燃烧青春吧。可能哈神风，可能哈大神风，木叶大旋风，木叶旋风。结果表演要带我啦，不要带，不要。我在表演的时候不要带物品，刚好录到吗？有。不带我，不要开玩笑。开神赛，可能哈神风，可能哈大神风。鞋呢？鞋怎么不见了？人家讲话，你们都不讲话，你要有自然互动啊！哦呀，人家讲话、啊，你会有感觉，你感觉就出来。哇，兴奋，可能哈，大兴奋，我一定要死哦！跑过来干，他的招数解带绷带的时候，拉来干，李莲华，然后用给你看，李莲华。猛毒的特色就是他有一个很可怕的裂嘴，我还要先大概画出他眼睛的位置。好，那我要用什么来用牙齿呢？就是我们的牙线棒，上下交叉应该就很有牙齿的味道跟感觉。目前牙齿已经做好了，我觉得相似度大概200%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贴牙肉，牙肉快贴好了。
把我的牙肉贴好了，我的猛毒已经真的越来越像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用卫生纸来塑形，因为猛毒的眼睛其实算是非常有灵魂的。看就差小，你眼睛太高了。先跟剪接师对话一下，现在这个备注成说死 ，maybe 我觉得一下下就好了，这边不是重点，所以不用太久。是的，小李来了，いきますよ。我不能干，哪能干？泰迪，对啊，我在节目上那时候揍熊，小张，小莲花。一模一样，你看我教你怎么看表莲华跟李莲华。好，示范表莲华给你们看。我婆婆来干，阿凯老师，是时候了吗？阿凯老师，燃烧你的青春吧，小李。就先下去踢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因为小李速度很快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是上去空中的时候用这绷带捆住他。你看到，我在往下抱着他，是往下转。婆婆来干。这沙发怎么硬呢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呢？你在干嘛？我要示范表莲华，等一下还没有。哦，都淤青了，都淤青，没关系。好，李莲华来了，踢来踢去，砰砰砰砰砰砰，我会瞬移，砰砰，后置特效帮我上，我在瞬移哦，懂吗？我这个人本人在瞬移哦，这个特效剪接师应该很好懂吧？相信应该不复杂吧？哦，我开始喽。我在瞬移哦，瞬间他掉下去，绷带捆住他，把他拉上来，看一下，我在空中哦，我现在在空中的哦，剪接师 OK 吗？我人在空中，我现在不在地上哦，空中一瞬间把他拉上来，拉力干！我在瞬移哦，瞬间绷带捆住他，空中一瞬间把他拉上来，拉力干！这什么气话？皇室兄弟，伟伟，你有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？伟伟跟什么？是泽泽吗？还沼沼？是沼泽吗？加上了垃圾袋的感觉，是不是很有病毒在身上蔓延感呢、啊？再戴上去看一下。I found it. I want it. 有像吗？怎么很像中毒的忍者龟？I will eat you, long. I, hot, delicious. Eyes, lungs, pancreas. So many snacks, so little time. 我看起来可怕吗？还好，还好，不可怕。干，真的像中毒的忍者龟。贝卡斯，我的龟瓶呢？我要救出龟瓶。海马，就凭你也想救龟瓶啊？看看我的卡通世界，把你的青眼白龙变卡通了。住嘴，贝卡斯！抽牌，艾迪达牛来运转，抵用500块。抽牌，红刊200元折价券，红刊200元折价券。我怎么这么多折扣券？这样显得我很不大气耶。那不是我收集的，别人放在我包包里的。好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以上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我是怕很无聊，没有关系，孙胜那一趴一定比我有趣。哎，镜头上看起来我到底有没有像海马？你人有点胖。你到底怎么样？我把身体藏起来啊！快点，我要像海马、啊。根本藏不起来，你就很胖，怎么藏得起来？这样子也不像海马啊。以上是我们两个的 cos 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串联活动。所有创作者的影片都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可以去下面点起来。如果疫情在家很无聊，你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个 cos 造型，看一下最近常看哪些卡通。所有人的频道订阅起来，我们下次见。你们觉得我跟孙孙谁扮的比较好笑、比较逼真？留言告诉我，拜拜。绷带的时候是捆绑住他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是捆绑住的。Not again！ 都会了吗？相信你们都可以在家里成为防疫小李，一起为防疫展开我们的青春体术吧！天哪，我在说什么？My God！